不要去迫使他。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，不要为了功德而去做功德。嗯，听懂了吗？为了功德而去做功德，最后没有功德，自然的功德自然来。内心的菩萨的佛性，它本身是在于内心的，不是你装进去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师父。好了。